热腾腾白饭铺上火鸡肉切片，淋上鸡油，特调卤汁，好吃的秘诀就在这。胡椒粉撒好撒满，还有网友买到暗黑版鸡肉饭，胡椒粉多到像在吃土。吃盐酥鸡绝对也是加满满，嘉义人到底多爱加胡椒粉？就这样，嘉义人吃那个。 沙拉嘛，那个凉面都黑要加沙拉，汤里面就已经会帮你加，不够的话可以自己再加。我们桌上会放三罐这样子。嘉义人超爱胡椒粉，连在地火鸡肉饭业者也认证。32年前开业，每桌一定会摆上胡椒粉。嘉义有三宝，鸡肉饭必加胡椒粉，凉面淋上美乃滋，豆花不是加糖水，而是豆浆，全是嘉义限定。难道真是嘉义人口味独特吗？ 爱胡椒的程度还似乎惹怒外地人，游客买咸酥鸡吃完留负评，问嘉义人味觉是不是有问题？胡椒粉完全没提味，是在糟蹋食材。美食之都一律跳过嘉义，老板不甘示弱回呛。 我的东西可以不喜欢，乱评论嘉义美食，龙虾鲍鱼给猪吃就是馊水，不懂就乖乖吃厨余。是我的东西要否定掉，全嘉义人的，那我觉得对嘉义来讲是一种侮辱。青菜萝卜各有所好，不合口味随意贴标签，惹怒嘉义人。胡椒粉加不加取决个人，两派都有人马支持，但切记要理性评价，别挑战当地人味蕾。记者侯国文、洪富仁、林义荣嘉义报道。 吃萌萌水呢是解决烦恼的好帮手。晚上如果睡不好的话，因为这个有含 GABA， 里面呢有茶氨酸，还有洋甘菊萃取物等等，可以让你更好睡，开启启动你入睡的关键。好，如果需要的话呢，就麻烦来扫一下我们的 QR code 了，可以到快点购网站来选购。